这个结果啊，兄弟们，现在呢，大家觉得自己长得帅的兄弟们，请在公屏上扣上我们的一。对啊，我们得暂时先等一下结果啊，然后我们的小北哥哥会通过微信发给子牙，然后我们稍微等一下。今天的活动表演呢，就到此告一段落了。大家看的还过瘾吗？如果喜欢我麦序上所有的主播的，记得给麦上的主播点点关注。真的希望哥哥们每天都是开心的一天啊。没有，我们稍微等一下啊。小北哥哥，你如果看到的话，记得把那个咱们本次创业舞会的结果通过微信发给子牙一下，然后我们公布一下。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梦涵了哈。穿的可仙女了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哇，好美啊，哇，好美啊。点关注了吗？嗯。等一下啊，小北哥还没有发给我。小北哥哥你在干嘛？然后呢，喜欢麦上主播都可以点一下，咱们就有三十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频道。如果你平时觉得无聊，或者说又比较的伤心难过，或者也没有其他特别好玩的事情呢，可以来咱们九九三。因为咱们九九三每一个主播呢都非常非常的棒，以及我们这里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啊。咱们九九三的这些官方管理大大都特别的辛苦，每次都想着怎么样变着法子让大家开心，并且能感受到咱们九九三这种非常美丽的氛围。真的是妲己是吗？可能等后续的话，我们查的稍微不那么严了，以后的活动呢会更加的服装可能能见度更高。所以兄弟们哈，你们天天待在九九三的话真的有眼福了哈。好了我给小北哥发个消息啊，他应该是没看见吧。管理大大你飘了吗？你再不给我发结果的话，我等下直接起来跳舞了，我不主持了。好了，咱们管理非常辛苦，刚刚呢也是一直在统计。兄弟们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咱们呢第一轮的投票得分是这样子的哈，第一名呢，暂时先不说。然后我们拭目以待啊。首先呢，获得我们的投票得分的7587票的是咱们的冷一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是我们的萝莉获得了票数9877分，然后我们的子牙，也就是你们的这个小仙女哈，获得的是10382票，最后恭喜我们的林夕宝贝儿，哇！成功夺了咱们青哦，不是青龙，夺了咱们九九三的头牌。OK， 那么也就是说，那个票数是18067票啊，然后成功成我们的这个头牌人物哈。今天晚上哈，九九三的哪个大哥哈，就准备翻你的牌子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然后每一个主播呢都是各有千秋，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啊。首先呢，等一下啊，咱们这个创意舞蹈，所以创意舞蹈的这个获得者是咱们的林夕。那本次活动的表演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，大家看的还过瘾吗？那接下来呢，揭晓一下我们的这个，恭喜我们的林夕宝宝获得我们歌舞首页置顶一周的奖励，恭喜。另外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大奖啊，就是我们的创意视频大奖。小北哥你给我发了一个，也就是说所有的都是林夕宝宝获得的是吗？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哦，不然你就给我发了一张图片。好的，咱们再稍微等一下啊，兄弟们稍微等一下。好事多磨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任何事情都是不能一蹴而就的，是不是？怎么了林夕哈，是不是很开心？等一下再上来给我们大家跳一段哦。好吃的林夕肥而不腻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咱们只有三个主播，个个那都是丰乳肥臀啊，不是丰乳，就个个都是国色天香，天姿绰约，懂吗？要的就是你们这些好大哥啊的支持和陪伴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点点关注啊，喜欢主播的话一定别忘了。
咱们再等一下小北哥哥哈。可能今天的这个活动呢是比较大型嘛，然后哥哥们看着比较开心，你投票投的太厉害了，所以咱们的小北哥哥还需要再统计一下，所以我们稍安勿躁。好嘞，那么下面公布一下我们的舞蹈视频的获得者。创意舞蹈的第一名呢是咱们的林夕宝贝儿，那票数得分呢是18067票，名次是我们的第一名。那我们的舞蹈视频的主播呢也是我们的林夕，得分呢是3261票，位居我们的萝莉是2142票，我们的第二啊，我们的子牙是第三票，第三名啊，第三名是我们2013票，最后呢是我们的1972，恭喜我们的所有宝宝们取得如此好的名次，谢谢，恭喜我们的冷一，我们的子牙，我们的小萝莉以及我们的林夕。好了，所以本来还想着分开揭晓这个大奖的，你真的是花落谁家全落你家。OK， 那么恭喜我们的林夕宝宝获得歌舞首页置顶推荐一周的奖励，恭喜。那么还有我们的创意视频获得者是首页大图推荐位的专题活动一次，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林夕。大家都辛苦了，咱们今天参赛的四位主播都挺辛苦的，那喜欢主播的话记得点一下关注，人生在世嘛，就图一个开心快乐。咱们就有三个是云集了各路风姿绰约的人间尤物，个个身材火辣，含苞欲放又出尘脱俗，带给大家开心的同时又给大家饱了眼福，所以喜欢的哥哥们一定要点点关注。山有木兮木有之，心远君兮君不知，其实咱们真的是可希望哥哥们的关注了。好了，咱们九九三后续还有很多炙手可热的节目会相继上映，以及咱们的九九三管理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啊，也是为大家呕心沥血掏心掏肺的为大家准备啊，所以你们可以啊经常在九九三猫着。那么下面呢就用一句英文结束咱们今天的创意舞会吧。拜拜。有请我们的罗麦主播梦涵闪亮的